在2022年中国虎年新年来临之际，向在澳中国留学生、专家学者、华人华侨同胞们，祝大家春节愉快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，科研工作进展顺利。春节期间2月4日，中国北京将迎来第24届冬季奥运会，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。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、民族振兴的梦想，冬奥梦交汇的中国梦。北京冬奥会会徽以冬梦命名，展现了一个更自信的新时代中国形象。我们在澳中国留学生也将在线观看冬奥会开幕式和比赛，一起为奥运健儿加油，祝运动员们取得好成绩，一起向未来携手世界，搭建起梦想的舞台，为疫情下的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。朱大夫今天做龙虾。在2022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在澳中国留学生、华人华侨、国内的亲朋好友们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阖家幸福安康。